在美丽富饶的徽州大地上，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走在科技创新的最前沿，他们走在时代发展的最前端，他们就是勤劳质朴的 JAC 神。经过50多年的不断发展壮大，安徽江淮汽车已经发展为具有商用车、乘用车、客车底盘、发动机及其他主要零部件自主研发生产能力的大型企业集团，树立了民族汽车工业的典范。与此同时，江淮汽车将先进的造车理念延伸到工程机械领域，江淮重工应运而生。安徽江淮银联重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9月，是安徽江淮汽车集团下属的控股子公司，专业从事各类型叉式装卸车的研发和生产。公司前身合肥矿山机器厂始建于1951年，具有40多年工程机械研发和制造的历史，被誉为中国工程机械的摇篮。江淮重工公司现有员工近1000人，占地面积26.6万平方米，技术实力雄厚，检测手段齐全，具备齐全的下料、机加工、焊装、涂装、总装生产线，拥有生产检测设备550台套，其中包括数控加工中心、3坐标测量仪、数控火焰切割机和等离子切割机、自动焊接专机等高精尖设备在内的京大西设备100余台，年产各类型叉车30000台。自成立以来，江淮重工始终将质量是生存发展之本作为核心价值观，坚持走质量效益型道路。公司已经建立了涵盖供应商、主机厂和经销商的质量保证体系，提高全过程质量监控能力，同时不断加强质量管理队伍建设，完善检验标准和检测手段，提升质量管理水平。搬运专家源于汽车品质，不仅是江淮叉车广告语，更是产品差异化优势的完美体现。依托强大的集团研发和配套资源优势，江淮重工实现了发动机、变速箱、车桥等关键零部件的自主研发和生产，成为国内唯一一家拥有自主品牌、高品质发动机的叉车整机厂家，确保了江淮叉车可靠安全的产品属性。江淮重工具有行业领先的技术研发能力，公司技术中心被评定为安徽省级技术中心，拥有一支能力强、素质高、多样化的专业人才队伍，自主研制开发的 JAC 系列叉车品种齐全，动力强劲，性能卓越，已经开发并生产了6大系列100余款的叉车产品，囊括了1至10吨内燃叉车、10吨以上重装叉车、1至3.5吨电瓶叉车、电动牵引车、内燃牵引车、仓储叉车和平台搬运车等所有车型。公司已通过了 ISO 9000、ISO 14000、ISO 180003标一体化认证，同时也被评定为高新技术企业、省产学研示范企业，并荣获2届全国优秀企业管理成功案例奖、全国机械工业技术创新成果优秀奖等荣誉。公司自主研发的 J 系列内燃和电动车型均已通过省级新产品鉴定，达到国内领先水平。目前江淮叉车已拥有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等国家专利共54项，充分体现江淮重工强大的研发实力。江淮重工拥有健全的营销网络体系，公司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200余家一级经销网点，全面覆盖30个省市自治区，上海大众、华润集团、汇源集团、格力电器、顺丰速运等大型知名企业纷纷订购江淮叉车。
通过设立国际营销公司，形成了具有国际化运作能力的营销体系，目前已经批量进入欧美、东南亚、非洲等主要国际市场，成为国内主要的叉车研发及出口基地。秉承江汽集团一家亲式的服务架构，以信息准确、反应敏捷、处理有效、顾客满意为服务目标，为客户提供快速便利的售后保障。公司严格执行国家三包规定，免除了客户的后顾之忧。江淮重工始终坚持质量是生存发展之本的核心价值观，坚持走质量效益型道路，全过程严格把关，强烈的质量意识已经深入人心。质量管理全面聚焦食物质量指标提升，以控制关键食物指标为抓手，让食物质量控制活动贯穿从外构件进厂到产品出厂的全过程。江淮重工所有系列叉车产品均通过国家机械工业部等权威部门认证，凭借出色的创新技术、过硬的产品品质和良好的品牌信誉，江淮叉车通过省名牌产品推进委员会的综合评定，获得安徽省名牌产品荣誉称号。推动江淮重工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，在于适时注入江汽集团先进的企业文化。江淮重工以 JAC 的企业文化总揽全局，以提升全员素质的人才培训工程为基石，以技术创新、管理创新、机制创新、营销创新为支柱，培养每一位员工尽责、感恩、宽容的 JAC 品格。人力资源建设的不断加强，核心竞争力的不断提高，为公司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。公司管理体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，着力打造一个懂经营、善管理的优秀团队，给每一位员工提供良好的发展机会和广阔的事业舞台。江淮这系列电动叉车色彩鲜明，结构紧凑，造型简洁，总电源开关控制提高安全性能，封闭式仪表台采取整体式设计，线条美观，带来舒适的操作空间。采用先进的知名品牌液晶仪表，防水防震，轻松掌控车辆信息。整车设置三档变速，驾驶者可根据路况合理选择。座椅底部加装机械减震器，驾驶安全舒适。江淮 H 系列电动叉车全车采用整体框架式车身，经久耐用，宽视野后视镜更加贴合驾驶习惯，使用先进的知名品牌电控，确保整车处于高性能状态。江淮这系列内燃叉车采用流线型设计，外形新颖美观，可搭载江淮自主研发发动机，性能优越，更有3年质保保障，免除客户的后顾之忧。江淮 H 系列内燃叉车采用经典外形设计，各部件整体曲线自然过渡，完美融合，采用低输入扭矩转向器及小直径方向盘设计，操作更省力。机罩内置隔热吸音材料，最大程度降低整车噪音。大吨位车型采用微型发动机支脚布置方式，有效减小发动机震动，驾驶更舒适。水箱盖板为铁质两段式，强度高，开启角度大，方便保养及维护。六滚轮加强型货叉架更利于高强度工况使用。江淮新款越野叉车继承了江淮叉车的优良性能，适应各种复杂工况，驱动轮采用越野花纹，增大轮胎与地面摩擦力，抓地更牢，驱动更有力，适合在复杂路况行走。加装砖块夹、原木等各种专用数据后，可在砖厂、林场、农场等各种工况使用，
实现野外升降搬运作业。江淮金刚石材车专为满足石材市场客户特殊工况需求设计，采用双空滤高位进气方式，有效降低发动机进气阻力和灰尘进入，延长发动机的使用寿命。采用加强型门架，提高承载力和门架抗冲击力，超载性能优异。此外，江淮叉车还拥有木业专用车、16吨重装叉车及各种仓储系列产品，充分说明了江淮重工卓越的品质和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。源于卓越的汽车品质，江淮叉车继承和发扬了江汽集团的造车理念，打造江淮叉车可靠安全的核心竞争力，不断研发更符合市场需求、让客户满意的产品。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。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，全体 JAC 人敬业奉献，勇于拼搏，务实创新。站在时代潮头，江淮重工正在抢抓机遇发展，迎接新的飞跃。